已经快被补掉了。是。而现在看到了信息之后呢 ，LGD 果断的从圈内拉出来了。而在北侧的战斗，这边 STE 居然是想要先打圈外的 RSG， 不管岛上的人了。而另外一边左下角，爱笑也拿到了本赛季的第100个淘汰。弟弟这个位置跟山治两个人皇城 PK， 山治的头顶还有 YZZ， 但是弟弟的血量已经被原点的体坛给抽残了。那这样一来的话 ，RSG 只有一个独狼，而山治在这个岛上拿到了三个淘汰，三连暴走。山治在今天的第3局比赛又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也证明了有些的玄学。